怕爷身高体重，首次大揭秘。大家记得截图保存。我原本的目标是减十斤，因为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101到103之间，点知而家108，咁我目标咪要减18斤。怕爷身材大揭秘，开始训练了。一看就是没有舞蹈天赋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之前是跳舞的？没看他先会跳舞。你知道广州举办过亚运吧？我就是那个广州亚运会开幕式，在上面跳过三支舞嘞。我小时候还会武术呢。小学学全力相抗。坐的感觉。上到，上到。我掉低，掉低，掉低，放手，放手，系咯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只能重新换个小的。轻松了，还在嘴硬。嘴是真的硬。我是孙悟空，压在五指山上。师傅，快来救我！师傅，看吃播呢，激励自己。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就这样看了半小时吃播。感谢吃播陪我度过了这30分钟。大家听日朝早又几重啊？像不像刚练完腿的你？减肥打卡第二日，睇下朝早有冇轻到先。你们猜猜我瘦了没？50